近日，政府向立法會小組會提交的新博彩法工作文本作出多項重大修改，引起社會各界關注及討論。對於業界人士的就業空間而言，新博彩法的新工作文本會帶來什麼影響？新博彩法又可不可以確切地助力保證行業健康發展？澳門立法會議員李正義作客澳門有線電視議員講壇，探討新博彩法及衛星場續營的相關話題。更多精彩內容敬請留意5月20日晚上7時澳門有線第一頻道議員講壇。